等着妹子啊，哎，你让她别哭了。我想让孩子哭啊！你跟他说，你说你别哭了，他就不哭了。大强，大强，小宝贝儿，天上一个鹅，地下一个鹅，鹅飞鹅跑，鹅撵鹅，鹅扑鹅蛋，鹅扑鹅，不哭了。大家，你逗他。给，谢谢啊。这孩子可真好啊！哎，俺媳妇也快生了，现在就在医院里嘞。也不知道生个小子还生个闺女。哎呀，不哭啊！他是不是饿了？我刚喂完。那是不是要撒尿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没带纸尿裤啊！不是，儿子，再坚持一会儿好不好啊？这，哎呀，要不这样。哎，妹子，你可不能让孩子尿这儿啊！说太不卫生了啊！哎，注意点生态环境啊！不是你们咋说话呢？那孩子有尿不能让他憋着呀。那你们说尿哪儿？尿这儿。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童子尿比鞋，尿完了之后，俺这安全帽以后就更安全了。来。来。谢谢啊。不客气啊。哎，兄弟，你我这有塑料袋，你倒这里，谢谢啊。哎，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对呀，妹子，没跟你说话。哎，兄弟，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俺媳妇现在怎么样了。来，我这有充电宝，你先用着。谢谢啊。拿着。列车到站。哎呀，大娘。哎，坐我这儿，哎，不用，哎，不用，坐我这儿，您坐我这儿，我一站就下了，一站你也得坐着呀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早高峰上班多不容易呀、啊，这弄个座睡一会儿，你看我上来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哎，大娘，您这拎的啥呀？买的哩哩啦啦的。这是螃蟹啊，这是蓝莓，我孙子就稀罕这口，螃蟹补心，蓝莓补眼。缺啥补啥，我该走了。我就搁这站着，我可没动过啊！兄弟，你看着，不是我碰的，你得给我作证啊！我给你作证，也不是我碰的啊！我给你作证啊！咱快把大娘扶下来。对，我拿手机拍着当个证明，然后咱俩一会儿就发一会儿交钱就可以了。别说了，你们不服是吧？哎呀，我服！你们得给我做个证啊！做啥证啊？咱仨一会儿把大娘扶起来，不完了吗？扶大娘，来。福大娘，嘿，大娘呢？干啥娘啊？大娘早就让小伙子扶起来了。哎呦，大娘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没事，我不怪你们。哎，小伙子，那你第一时间就敢把我扶起来，你不怕我是碰瓷儿的呀？谁见了这种事不得扶啊？再者说，大娘你要碰瓷儿碰俺这样的，到最后你不得救济俺呀？说着，俺怎么还坐下了呢？咋还不能坐呢？哎，这车厢里这么干净，俺身上脏，俺坐了，别人不就没法坐了吗？孩子，你听大娘说两句。这衣服脏了，咱能洗；座脏了，咱能擦。你到咱这城市里来，你把咱这儿当家没呀？当家呀，那家里能没有你坐的地儿吗？来，坐大娘边上。哎，大娘边你坐吧，我得站一会儿。列车到站。哎，哎，喂，媳妇，你上了吗？哎，没事，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就到了，还有一站，等着我。朋友们，能不能让俺出去啊？那个，哎，咱们动动，哎，让他出去啊，哎，让我听我说，农民工兄弟，他媳妇马上就要生孩子了，现在出不去，咱们把他抬出去。对，抬出去，来。好人就在身边。是不是我太幸运？